空耳韩语教室 Jella 韩语频道出品。今天要学的是哈基玛，哈基玛，不要弄了的意思哦。你心情很差，想要一个人静静，结果朋友跑到你面前，噗的放屁啊！哈基玛，不要弄了。朋友吓到了，问你怎么了？你跟他说你心情很差呀。朋友靠过来说，他有话跟你说，结果噗又放屁了。哈基玛，21世纪啊。21世纪是我们所在的21世纪，并不是脏话哦，呵呵。他说这次真的有话要说，结果挖了鼻屎粘在你的脸上。这样就不用讲哈基玛了吧，直接让这个屎人当天使。对长辈呢，讲哈基玛塞哦才礼貌哦。 Jella